来，开始我们的香水制作。香水是人类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。我们首先，它让我们把大自然的香味融进在我们的小瓶子里面，让它持久散发着美香香，让人非常舒畅的一个味道，让我们非常的舒适。这个蓝风铃的味道非常的芬芳清爽，让你有一个像海风吹过的感觉。和我们的精油混在一起，它会有一个更加有层次的香味，特别美。我们把玫瑰也放了一点点进去，让它的味道更加悠长、浓郁一点。这个部分。
它还有玫瑰、蓝风铃，还有一点点小精油的一个持久而奇妙的味道。我们把它收藏在瓶子里。试试它的味道哦。有没有闻到？哇，太非常柔和，玫瑰的浓郁，淡淡的风铃的味道，让它们达到一种平衡。这个放置24小时之后，它的香味会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然后在喷洒的时候，它会一层一层的散发出来，非常的舒适。这可以送给你喜爱的人，送给你自己更好哦。来，我们来下一瓶。我们这次先把瓶子准备起来。精油，闻闻它的味道，还有这个芬芳的花朵，你也闻闻，淡淡的奶香。非常浓郁的，非常提神的香味，可以吗？
那我们先来再增加一点玫瑰的味道。稍微搅拌一下，再给它搅拌一下，闻一下，啊，非常甜蜜的味道，心情马上就会愉悦起来。收到小小的瓶子里面。哇，这个我们再试一下。很甜蜜。
下来，我们给它漂亮的贴一个小贴纸。第二瓶香水用好了哟，也是放着24小时，这个香味就属于我们啦。我们下一瓶，接下来是什么味道呢？看一下。非常柔和的一种我们大自然木头的味道。一定要加点精油哦。水果，让它木头的颜色活泼一点。闻一下，好，水果，水果是不是感觉很清甜？让你感觉到非常有胃口的水果的甜香。我们来把它装瓶。
甜香。放这24小时哦。